哦，还有大叔已经准备好了吗？今天的主角，主角呢还在弄头发哦，还有化妆。今天你是主角，因为今天呢六跟大叔两位大叔呢要带你去慰安旅行，这一次的课程辛苦了，所以要带你去好好的放松一下。耶、yeah!我们这次去的这个地方呢，它其实就是看这个日出呢，应该说是日本的日出最快升起的地方，因为它在最东边。哦，那你化妆好了，漂亮哦。所以你今天怎样接待我？哎呦，公主吗？还要接待？不是这样的计划吗？今天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会去现场呢。带你去找我们要住的旅馆，我们会去看很多很多这个旅馆，看你喜欢哪一家。那我选今天我要住的旅馆。让你选。好，我们来到了第一个旅馆，Inubosaki Kanko Hotel。休馆日怎么办？好，那刚刚就是问了他们了、哦，里面呢可以参观它的 lobby， 今天是没有办法住这里，但可以参观。它里面跟外面有明显的分明呢，外面看起来是有历史悠久的感觉，但里面的很现那种很 modern。哇！哇，海边的真的是目の前的呢。ね。両手にしゃ。最东边的那个，对对，最奶头那里，奶头，对对，这里叫秋西西，那里有灯塔，看到。那那里应该是奶头的部分。刚刚我们参观的是这个全废弃观光 hotel 嘛，那我们接下来呢会去 QK 港都克斯巴利州都这里，这里附近的哈就在海边附近的旅馆，我们今天会选一间。嘿。第二家旅馆，哎呦妈，这个外观真的很漂亮哎！很有气派，哇哇！它的 terrace 玻璃窗呢很高哎，很有开放感的一个空间，すげー，看。你已经决定了吗？哎，我们现在呢要去看他们的房间。哦，可以看房间。可以看房间，这是我们百万 YouTuber 的特权。好大间哦，有三个床。三个？对不对？太贅沢的。奢侈奢侈。一边洗澡的。泡澡有哎、欸，泡澡有哎、欸，它外面可以泡澡哎、欸。哇！呀！超级馆，中華料理的美味しそうだ。呵呵呵呵，絶対中華料理ない。哦，哇，很棒哦。第三间。对，经典经典酒店的感觉。听说是以前很多文豪来这里住，还有一些画家、艺术家在这里住的很有名的旅馆，厉害了！你看这个画，这个呢是日本的初代第一代第一任首相哦，伊藤博文执笔，是他亲手为了这一家，是他在这里住过。他写的哇，以前的人就是很有这个水平哦。他来这里，来一个 hotel， 他住了一下，他有这个壮观这个感想。如果是现代人的话呢，可能是哑巴椅。哑巴椅。哑巴椅。哦，好亮的房间。哇，好亮哦。哦，古典派的。
90度，嗯嗯，所有这个全面的窗户很，很好看。哇，这角度很漂亮哎，优马。耶、yeah ！第四家。哎，干嘛？木头人吗？一二三木头人。哦，还点没有？啊、哦，完完整整的经典复古，没有混的，大正浪漫的感觉。啊、哦，太秀了嘛！谁？ほらほら。ええ。沢口靖子ちゃん。他有来过这里哦。なんかドラマだよ。ほらほらほら。ドラマのロケ。ええ、也在这里拍过连续剧。いつのだろう。ええ、NHK。この人？この人？こ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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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これ。見よう、美しい。おお。所以这里是拍摄的舞台耶。你要吃个蟹。下一家。最后一家。最后一家。第五个。嗯。优马，你看有企鹅哎。真的假的？怎么饭店有在养企鹅、啊？哇，好多。两只、三只。三只。里面还有很多哎。刚刚给大家拍到的那个水族馆不是关掉了吗？嗯嗯，外面有恐龙的水族馆。嗯，那你的水族馆关掉之后呢？他们自己收养了这些企鹅。嗯，要啥戏？诶、こんにちは。この赤いのは千葉県の吉祥物だ。啊，因为它是那个七把的地图啊。啊，そうでしょ？你看这个红色的狗狗是吉祥物嘛？它这个形状就是。千叶县的从地图上面看的形状，哎，是不是我们就在这里？不是，应该是这里吧？这样子，那我们的水壶是在这里，耳朵，耳朵啊，原来是耳朵，不是奶头啦。哇，加加，很大哎、欸，哇，每一家旅馆都有他们的特色哦。平时很少这样子，很少有机会这样子可以看每一个旅馆的 lobby。对，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塔的后面。对，塔是在右边。哇，等一下，哇，这里也是九十度窗户的，哇，灯还就在眼前呢。灯还就在眼前，你看前面，你看头戴。是在前面。哎、欸，这里是不是那个最久？哦，好像是哦，好像是哦，这里是最奶头的部分哦。优马，你看，很可怜呢。那个吉祥物它为什么放在这里、啊？这里的吉祥物啊。臭屁的。臭屁。臭屁的呢？中文的臭屁呢？臭屁的的，你们知道这字怎么念吗？死蟹。死蟹。这里有名的就是这一个看起来很像蛋卷，很像玉子烧的，但是它是伊达卷。那正常的伊达卷呢，是有跟那个鱼米嘛，就是。用鱼去做的加工食品一起搅碎，然后打做的这个蛋料理哈。但是这个呢，它好像没有放鱼肉，所以它能够对它有他们独自的方法，让它做成像布丁的样子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哇，好松软哦，它的味道有点甜哦，真的跟一般的玉子烧的很不同哎。对，比较接近点心，接近布丁的感觉，布丁跟玉子烧的中间。但是它还是有硬度，嗯，结实的。对，还是蛮结实的。嗯。口感我要等一下。嗯。
どれだ。今の保存して何回も使う、これから。じゃあ一個吃掉。在灯塔旁边有这么一个地方，给你买东西观光，观光地方的感觉。这里的两个啤酒呢都得奖，银奖跟铜奖，好厉害哦！黑色的是银奖，中间白色的白啤酒的是铜奖。很香哎，很香。它比较辣的，辣的哦。我还以为是甜，那个水果味的。辣辣すっきりしてる。本当だ。那个，它的后劲其实是苦的，这吞到喉咙里面是苦的，但它这个苦呢是我喜欢，就是类似咖啡。祝福，最高の慰安旅行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。調子大好き。調子が出てきた。調子ビールだからね。綺麗だね。でもこのカフェっていうかいいね。现在四点半。四点半吗？哇，綺麗。诶，这里听说如果是天气好的话，好的话可以看到富士山。这景色也太漂亮了吧！哇，我喜欢那里的风车，好多。所以日出跟日落呢，来到这个地方都可以看到，超棒的。有关我们今天住在哪一家饭店，其实我们心里面呢应该是跟观众呢都有一个答案，那就是前面你们看到的非常高级的那一家旅馆，什么名字来着？太阳之里，太阳之乡。那个呢是我们的帝后，但是那里因为太有人气了，今天满了，今天满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呢打算住在我们最后一间去的，那是叫什么，有企鹅的地方。对，有企鹅的那一家叫做犬吠奇旅馆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去房间咯，去我们的旅馆 Lighthouse。 这个特别的房间呢，全馆也只有三间哦。哇，夜晚，哇，晚上很棒耶，夜晚你看，可以看到发光的灯塔。哇，这个要把灯关掉才能够拍到。哇，これはいいでしょう。哇，美术品。好，那今天晚上还有很多服务哦。这样的服务。哇，你看你。对，我刚刚看到你的内裤了。弄子。这个房间呢是很经那种经典饭店、古典饭店的样子。对。很简单的房间，真的很大。180度的海边可以看。对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浴室。哪念呢？今のピント合わなかったらもう一回お願いします。今のこれね。おー、なんてやねん。
はい、オッケー。一回、二回目かわいそうやん。好，我们来到了游戏厅，又买新换了和服。各位，有一个很好笑的，我们让我们很兴奋的事情，不是这个游戏厅让我们兴奋，是这个游戏厅的理念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高高起来的时候，你看 ，Rental Taku 乒乓球，没有想到，没有想到这么大的一个房间，只有一台，这是梦寐以求的桌球室，哎。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好丰富的和食料理，然后这里呢有牛肉，运动完呢要吃，要补一点蛋白质，吃牛肉，这是要配什么吃啊？这个酱吗？嗯，那好，你不卖，もう食べれる。美味しい。渗透。渗透整个身体。啊，今天辛苦了，辛苦了哈！怎么样，这次的旅行有没有看到美景，吃到好吃的呢？太轻松了。太轻松了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对不对？就是跟着两位大叔一起走。我他们自己出去洗的对方也知道。宽大的接受安慰老婆的这个计划，真的他们也知道你很辛苦啊。我开心哦。嗯啊哇啊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相机跳下来，一带一听到我的声音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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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おやすみ。おやすみ。车站是长这个样子的，亲，老顽童，天着塔克啊塔克，天着塔克，天着塔克，你别，哇，很 local 的电车车站，它有卖电的，好卖，有卖电的。すごい。で、あ、切符はここで買って。最高。哇，すごいじゃん。这里呢有卖传说中的难吃棒，大家应该有听过好吃棒吧？うまい棒。那它这里呢就是对抗这个好吃棒呢，有卖这里的特产，まずい棒。
直接翻译的话呢，就是难吃棒，很有话题。哇，外川车站，这是车站里面，现在呢没有卖票。哇，机油。まずくない。まずいのは銚子電鉄の経営状況です。涙。因为日文的まずい是有两个意思。なるほど、被骗了，原来是这样子。不好吃、难吃的意思跟糟糕。糟糕的、正直でよし。いいよね、この正直さが信頼につながるから、うまいね。うまいよ、そこら辺がうまい。因为这里的电车是 local 线嘛，就是以前很多人用，到现在呢，大家都已经就城市化了，都人变很少了，所以呢，他们运营这个电车轨道呢是就赔钱。なるほどね。哇，很 local 哎。まだがかわいい。古老古風。ちょっと入ってみます。有点高耶，不小心。嘿，哇，它的这个看板呢是古風的耶。哇，なんか鬼滅之刃的感觉。哇，它这个光线照进来的真的很漂亮，因为它这个窗是有纹路的，有花纹的。这个展望台可以看整个海景，还有风车。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展望台呢，其实是来吃他们这里的罐头。秀丽哥，すごい，很漂亮耶！你看，哇！对，这系列。然后呢，这里是他们这个吊子市产的，すごい。ね。哇，他们的肉片很大很厚哦。哇，三种不同的颜色。三种不同的颜色。イタリアン。イタリアンですね。サバですよ。哇。这个罐头可以直接那个做意大利面的。こんな感じなんだ。ふわふわ。ふわふわ。ふわふわ。柔らかいよ。ふわふわ。わあ、美味しそうな匂い。甜甜的ブルーベリー味道。好香耶。すごい。它竟然能够保持这个ふわふわ的感觉呢。食べてみよう。このままでも美味しい。現在技術已經這麼發達了。ウェーヘーヘー。ウェーヘーヘー。うまい。女子大好き。吃掉哦。
呀，对，可以上去。登ろう。狭いね。なんかいいね。江戸川乱歩の幽霊島みたいだな。噴火おい。あれ。これ妖怪の仕掛けじゃないの？永遠に登らせる。やばいこれ。ついになんかわけわからん感じになって。やばい、せんま。頑張れ。いけちゃんは？いけてる。おお、ここも揺れるし、まだ上にも行ける。うわ、すごい。あれがあれか。ガラスか。怖い。怖い。うわ。怖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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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これ怖い。怖いな。はい、撮りました。那有蛮好玩吗？这里。千叶的秋夕夕。秋夕夕大好き。大好き，大叔也辛苦了。那我们最后呢，回到这个昨天，这灯塔的附近 ，Terrace 这里呢，来买他的面包，因为昨天吃的那个面包实在是太好吃了，又回来买面包，当做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最后一餐。在米娜上，如果大家喜欢这两部影片的话呢，一定要帮忙点个赞，然后分享影片。那就这样子喽，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